主料：猪肉150克，苦瓜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蒜、鸡精、橄榄菜、白糖、生粉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食材准备好，把猪肉剁碎，苦瓜切成丝，肉里加放生粉、糖、橄榄菜、鸡精，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。苦瓜入锅里，用开水煮一下，2分钟后捞起备用。下蒜蓉爆锅，苦瓜入锅翻炒片刻，加放适量食盐即可上碟。再下蒜蓉爆锅，腌好的肉放锅里翻炒片刻，大约2分钟熟透，再加入下苦瓜炒均匀，美食完成，请大家品尝。烹饪技巧：苦瓜不适宜煮太长时间，不然变黄卖相就不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